好几眼色，然后直接说不要再让我说第二遍。好，然后他说你这样太浮了，所以我只好在水面上一口浮光，然后下去，然后就是闭气，完全没有氧气那种感觉。海底我们的练习照，然后你知道看起来超 A 片，不晓得为什么哎、欸，这怎么这样？三号包几号？哎呀，是 A 片，是 A 片呐、啊，好变态哦！我其实我觉得是关乎摄影师，就是由我当摄影师，那他能不能拍出 A 片场景？我好像没那么 A 的。1、2、3。谁跟你讲说1.3米很尖的？他那闲来闲去说1.3米，我不要，我要7米。我现在快没气了。不是因为真的你又 no spin， 然后又没戴面具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没戴面具，水色是真的有点难。而且我觉得现在问题是不能用鼻夹，因为我们要脸漂亮嘛，所以不能用鼻夹。所以你知道那水一直往里面冲没？你看我现在鼻音有多重？眼睛又红的，我受不了。这是一个残酷的大考验。现在是等待彭桃妈出水的时刻。好，换个动作。脱水的那个 moment， 水都。